I know that you never needed a chair. How the 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声音。好的，声音没有问题啊，比赛还有半个小时才会来开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赛前的一些情况。这是索尔科斯卡吧，这是罗布逊对马奎尔的一场比赛。比赛呢依然是在上次冠军联赛的举办地米尔顿凯恩斯，这是距离首都伦敦啊，英国的首都伦敦，大概只有100公里的路程。依然是像冠军联赛一样啊，只不过把这个商标给换了，没有观众啊。裁判员索尔科夫斯卡是波兰华沙体育日报的体育记者，这个斯诺克的裁判员工作呢是他的兼职。这个粉球没有摆正，对这个大家说了这个进来的这个方法啊，我后来觉得只有好像只有从微信啊，从微信，因为我把这个地址啊发到一个对话框里，发到一个聊天的一个群里，然后呢我点击这个链接呢就可以顺利的进来，而且呢也显示我的头像，也显示我的昵称，所以呢如果从其他方式进来的网友呢可能就会显示是他的地方的名称，比如北京市的网友、浙江省的网友、广东省的网友、上海市的网友，这个请大家自己来决定吧，因为这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啊，所以我在微博上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啊，就是请大家来这个从这个微信啊，最好是从微信啊来进入这个直播间。不是，我住三环，听说二环内全员核酸检测了，这个我没听说，但是我听说的最早的11号那天我发的微博是这个月坛地区要全员检测，但是北京市今天说了已经查了200多万人了，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十天的时间呢查了200多万，一天要查20万平均啊，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啊，也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啊。今天比赛的过程中啊，因为这个8局的比赛还有中场休息，我们会聊一下这个疫情的事儿。这也是我前两天在微博上跟大家说的啊。这个疫情，因为大家虽然不在北京啊，但是还是比较关注啊。包括以前在北京的人，像我以前我的老同事啊，这个2002年的老同事啊，这个肖姐啊。今天他可能也会来，还有这个我的老同事美琪，
这个董姐啊，不是董妹啊，这个他们都会来，这个大家都会来聊一聊这个疫情的事儿啊，都会比较关心。但是我觉得这个疫情的事情只是刚刚开始，远没有到要控制住或者结束的时候。这个也请大家不要听有些人说的那样啊。如果您放松警惕的话，那么后果呢不堪设想啊，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对，我在 PC 端啊，北京市网友说我在 PC 端还得下载微信，而且微信电脑端连接直播间啊不太流畅。我这个我现在看的这个就是用微信啊，用微信来打开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CLV 说我这边用这 PC 端还凑合，还凑合，非常好。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了三次这个冠军联赛的比赛啊，六月初，也就是在十天以前，我们直播了三场，三天。然后，直播的效果呢，我也观察了一下，我还把这个录像啊上传到 YouTube，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比较流畅的啊，除了偶尔的中断啊，不会像以前那样出现频繁的中断啊。这个也请大家来检验一下。今天这场是巡回锦标赛的第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这个是两位年龄差不多的球员啊，一个38，一个39，罗布逊和马克尔，也是一对老对手。第一场比赛，这个赛制呢跟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第一轮的四场比赛，17局9胜，打两个阶段，第一阶段8局，第二阶段最多打9局。那么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改成19局10胜。我们记得半决赛最为经典的一场就是奥沙利文10-9逆转了小特，也就是在一年多以前我为大家直播的那场比赛。因为上半场看完了的话，大家看到6-2啊，小特的领先啊，会觉得又跟大师赛一样了啊，会跟大师赛决赛一样，小特会轻松的获胜。但是那场比赛随后奥沙利文10-9逆转，并且在决赛当中啊，25局13胜，分8-8、9三个阶段啊，第一天的晚上、第二天下午和第二天的晚上。这样的话呢，奥沙利文13-11。第二次在决赛当中啊，上个赛季的决赛当中啊，战胜了萝卜。但是非常可惜呢，奥沙利文这个赛季发挥有所欠佳啊，发挥欠佳，所以没有获得这个巡回锦标赛参赛资格啊。在单赛季的排名上，他只排在第18位。其实我们知道，中国选手丁俊晖啊没有去英国，因为他疫情开始呢就从英国回到了北京。那么即使是由排在单赛季啊排在第9的马奎尔来替补丁俊晖啊，这也轮不着奥沙利文，这个差的非常多啊。您父亲情况好点了吗？我父亲情况暂时稳定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稍好一些。这也是因为在10天以前啊，我们紧急给他做了一个手术。我觉得这是他最后一次上手术台了啊，我心里非常清楚。他已经83了，83岁啊。我估计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他就会够呛了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呢暂时还是稳定，但是他现在就是屎尿啊有一些失禁，这个尿液老是排不干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所以明天呢我还要去一趟医院啊。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个家属的探视呢已经被拒绝了，已经被拒绝，所以我只能通过医生来询问，通过护工来询问他的情况。所以今天在微博上啊，有很多人问我说，明天这个小特和老张的这场比赛你播不播呀？我说我明天有事儿啊，明天有事儿。这个有可能是后天啊，后天塞尔比和严炳涛那场，我再来为大家来直播第一阶段吧。这个图像有网格，这个网格是它这个灯光打上去的啊。这是从2004年的超级联赛就开始。如果我们以前看那个 Sky TV， 就是天空体育台直播的超级联赛，就会感受到这种效果。待会儿比赛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灯光呢就会撤去啊。这是主要是赞助商的名称，赞助商呢是 Coral， 也就是珊瑚公司。我们看写直接写的是 Quarter Final， 指的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啊。这场比赛胜者将进入半决赛，也就是萝卜和小特的争夺啊。当然我们谨慎的看好罗布逊和小特，也就是特鲁姆普或者叫做特朗普，他们两个人能够战胜对手，战胜马奎尔和小特的对手希金斯老张，会师半决赛啊。当然萝卜现在还有微小的希望啊，要追赶小特呢来夺取赛季末的排名第一啊。也就是说万一他们两个人呢都获胜的话，那么这场半决赛呢实际上也是赛季末第一的争夺。对，美琪说声音老好听的，是的啊。哎呀，这是大卫亨顿的直播间啊，这个中间是有玻璃的挡板、啊、隔开，我们看到这是玻璃啊，这是一个玻璃。大卫亨顿一会儿不知道是谁啊， ITV 这边， ITV 这边要跟另外一个评论员啊一起来解说。他用的是老式的话筒啊，我们看到这是跟克莱夫·埃弗顿啊在70年代用的话筒是一样的啊。这种老式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啊，英国人的足球的比赛解说也是用这种话筒，这种话筒诞生于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大卫·亨顿呢，他是克莱夫·埃弗顿的学生啊，从90年代末开始进入到这个杂志社，也就是斯诺克现场这本杂志。那么现在克莱夫·埃弗顿呢已经83岁了啊，所以现在他已经很少出来解说了，但是他身体还是不错啊，他跟他妻子都还过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亨顿的工作越来越多，因为除了欧洲体育台的日常的工作，他还要帮助 ITV。当然以他的资历呢，要想进入 BBC 啊，这是个很困难啊，因为 BBC 都是球员。我们知道这个丹尼斯·泰勒啊，像这个约翰·维尔戈啊，他们都是以前的球员。而大卫·亨顿呢，他不会打斯诺克啊，他只是一个数据型的一个解说，包括这个菲尔·叶茨都是这样。每场比赛都要收费吗？还是每站比赛收费？这个巨星这边给我的回答应该是每场，也请大家来检验一下。因为明天我不播了啊，然后后天可能大家需要重新来交费了啊，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上次冠军联赛的最后两天呢，我没有来直播。据说从上次就已经改成了这个每天都要来收费。好，欧神好久不见。巨星去年不就这操性了吗？是的。这个收费呢是怎么说呢，是从冠军联赛开始的啊，这个还不是从去年开始的。当然以前的巨星呢确实
信号呢不太稳定，这个我们也清楚啊，我们也清楚。包括软件呢做的也不太好，这个我们也很清楚啊，也很清楚。所以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我这个对不起已经说了三年了吧，从2017年我就开始说。2017到18赛季我们开始这个购买10年的版权，一直到2027到2028赛季啊，这个仅仅过去三年，但是这三年呢，巨星呢还是没有太大的改观。那么以前我是在巨星工作，那么我工作的时候呢比较累啊，但是因为这是我的爱好，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但是我离开以后呢，多少也有一些失落，因为我觉得这个巨星的从那么多人的一个团队啊，就是最后变成只有这个比赛的解说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现在是16啊，现在是8:16啊，信号中断了啊，我们稍微等一下，稍微来等一下。哟，我这个打火机，哎呦！待会儿比赛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跟上次一样啊，要特别欢迎几位新朋友啊，几位新朋友，当然他们是我的老朋友啊。今天我邀请他们来看一看啊，也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聊一聊，来互动一下，也请大家待会儿以热烈的掌声啊来欢迎这些新进来的朋友啊。好，我们来看一看信号。我操，没有，不管了，咱们接着聊吧。我这个打火机还可以啊，我估计也快没火了。这还是一个法国的机子 ，Clipper 是法国的吗 ？Clipper 不，好像不是法国的。Flamingo， 我操，这是什么呀？晚上好，我是今晚的特别来宾，请欢迎我。好，欢迎你啊。欢迎你，巨星给我出点钱，我给优化一下网站。这个事儿其实2017年就该做了，但是我们16年的时候找的那个设计公司啊，非常的糟糕啊，我跟他们开过几次会，这个糟糕的一塌糊涂。当时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还有这个多线程的这种连线的功能，也就是英国球员在英国，而我们的翻译呢是在北京，是要跟他们进行双向的或者是三方面的连线。那么这个当时其实做的还可以啊，但是这个后来也就不做了啊，我觉得比较可惜啊。这个巨星在线2016年啊，这个还是很火的啊，大家如果要是老的用户的话，应该是清楚的。对，每场都要交钱啊，应该是一场5块。如果像这个比赛5、6、30，如果你每天都看的话，每天交5块钱，6天的话是30。5、6、30，也就是30块钱。如果要到世锦赛的时候呢，十七天花七十五。那么巡回锦标赛和世锦赛，您的花销一共是105块钱呢。其实挺多的啊，我觉得挺多的。其实你想想也没多少钱啊，也没多少钱。一张 CD 在日本的话，可以卖到120到150平均价格啊，当然我说的不是那些 LP， 不是那些黑胶唱片，普通的激光唱片的话120到150，也就是我每次去日本都要去买的大量的这种唱片。这个其实没多少钱啊。Clipper 好像西班牙的牌子，对，我看了一下，是西班牙的，后边还写的什么 Flamingo
还写的什么弗拉明戈，对，写的是西语应该是，对 Clipper 的这个火石的打火机还是不错的，我这个每次比赛都用它，都觉得非常舒服。好，我们再看一下，好，信号已经回来了。这个两台摄像机啊，这个大家觉得很熟悉啊，只不过这个挡板换了，换成 Coral Series 这个 Coral 系列珊瑚公司系列。那么珊瑚呢是赞助三站的这个比赛啊，三站的比赛分别是世界大奖赛以及球员锦标赛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巡回锦标赛。那么这个珊瑚杯也有一个自己的排名，也就是在这三站当中啊获得奖金最多的球员啊将获得额外的10万英镑的奖金。我们最好的接受在最烂的平台，很无奈。哎，这个巨星有可能在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啊要进行改版啊，这个已经跟我说过了，我也同意，我也愿意支持，我也愿意奉献我的力量。不过我毕竟不是做网站的，我如果要是技术人员的话，那就非常好办了。那我完全清楚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这个比赛呢，欧洲体坛呢不播，欧洲体坛是要播世锦赛的资格赛，会覆盖欧洲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世锦赛资格赛呢将在7月21号到28号在谢菲尔德的英格兰体育学院来进行，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来直播这个比赛啊，因为这个比赛跟以往的赛制呢有所不同，这个到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个介绍。这个大家看我微博呢也许有印象，我前两天已经说了一下，在微博上已经说了一下这个赛制的变化。那么这个英国和爱尔兰的电视转播机构呢是这个 ITV Sport， 我们看到了啊， ITV 这是英国独立电视台啊，英国独立电视台，ITV 4。那么像俄罗斯呢是由 Match 这个电视台来直播的，因为俄罗斯以前的这个俄语频道的欧洲体育台呢是覆盖面非常广的，因为俄罗斯这个不光是俄罗斯，前苏联的这个15个加盟共和国都可以来收看啊，像乌克兰啊，像拉脱维亚它虽然街头已经看不到什么俄语了，但是它的人还是用俄语来交流的。如果大家去里加，因为每年都有里加大师赛，今年呢取消了。如果大家去里加玩的话呢，就会发现啊，只要你一坐下来，你就可以说俄语。那么俄罗斯是由 Match 这个 Match TV， 这个 Match 呢就是比赛啊，就是竞赛频道啊，它分这个 Match 这个 Arena 就是这个竞技场。哎，然后大概分4-5个频道吧，这个一个体育频道分4-5个。然后在美国啊，像日本啊，是由这个 DAZN 这个付费的这个频道来播出。像北欧地区呢，有这个 Viasat 我也可以收得到，我家里也可以收得到 Viasat Sports， 这个也还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个直播的频道。那么香港呢是 Now TV， 台湾呢应该是博斯无线啊，虽然世界斯诺克官网没写啊，但是我觉得博斯无线呢还是会播。那么在中国大陆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啊，就是加入了辽宁电视台，因为我们知道辽宁卫视呢它是不会来直播这个比赛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辽宁体育频道啊，如果大家辽宁省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因为辽宁体育频道不是全国播出，它只有辽宁省内的人才可以看得到。Bic 打火机我有啊，我以前有很多。啊，对，Bic 好像是法国的。
PIC 打火机我以前有很多。PIC 那个也是这个火石的，手感还是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感也非常好。快，可能这个快不行了，我觉得这一下的已经打不开了。没关系啊，没关系，这个比赛我不会每天都播的，隔一天来一场吧。重点呢还是世锦赛，不过我觉得到世锦赛的时候呢，我父亲呢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上，也可能会离开我们，也许他现在也在医院里，在用 iPad 在看我直播。那么其实我虽然最近没有见到他，我已经很多天没有见到他了，但是我心里呢每天都在想念他，所以呢我也想对我的父亲说一声啊，这个好好的养病，不要着急。我给你推荐一下北京哪里有大保健的地方。北京的大保健非常多，跟全国各地是一样的啊，风风火火，但是北京价格比较贵啊。侯晨老师，您家里装的是锅吗？不是锅，因为这个锅呢是十年前的一种东西了，实际上锅是90年代的一种产物，但是十年前呢在非北京的地区啊，像上海是随便装的啊，北京是不允许，北京抓到了要罚1万到2万块钱，就你收看境外的电视台。从2013到14赛季开始，网络的这个电视呢开始蓬勃的发展，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宽带的速度提升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以前的那种我们叫它窄带啊，叫它像1-2兆啊，甚至5兆10兆的这种网速都还是不行啊，要上升到100兆以后呢就可以来发展和普及这个网络电视。那么我是从2013年开始啊，就进入到网络电视的这个收看的过程。确实我经历了很多品牌，现在这个高清的这个 HD 的这个 TV 呢还是比较稳定啊，我已经看了三年了吧。对对，都是我这个这个网络电视是分两套，一套是欧洲的，一套是欧洲的，就主要是俄罗斯、意大利还有比利时的一些频道。然后还有一套呢是另外一套，也就是英国、美国、日本还有台湾、香港，大概主要是这几个地方。另外一个也就是两个盒子，那个盒子非常简单，盒子的构造非常简单。不是有人找我想要一个李兆的直播间地址，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上一次冠军联赛的时候已经有人问过我了，我对任浩江和李兆他们的直播间地址我全不清楚啊，这个非常抱歉。对 ，Big 金属格的手感相当棒，确实啊。那个每次我去日本的话，我都会买一些这个 Big 的打火机，因为日本的所有的便利店里的都这个打火机都是 Big 啊。好，两个球员啊就出场了，因为这个没有观众，所以就没有出场仪式了。我们把声音稍微放大一点。裁判员呢是来自啊波兰华沙体育日报的索尔科夫斯卡，他的名字叫做莫妮卡索尔科夫斯卡。我们看尼尔罗布逊，澳大利亚的选手呢仍然是留着这个爆炸头，但是他这个头发呢虽然和以前拉直的那个造型呢是有所区别，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他这是染过的啊，因为他小时候是一头棕发，他现在染成了黄色。萝卜这个留着爆炸头越来越像这个大卫了，大卫的雕像。
上次冠军联赛的时候，他留这个发型啊，一出来啊，胡子刮得倍儿干净，然后大家觉得非常年轻，完全看不出来他38了，而他的对手马奎尔39，显得要比他老了很多。由于没有观众啊，因为这个在英国政府的这个建议之下啊，这个比赛是采用闭门作战的方式，采用闭门作战啊。好了，比赛马上就会来开始啊，我们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几位新朋友啊，都是我以前的老朋友，像美琪，像肖兰，像这个张艺宁，像这个小李 Lisa。还有韩梦文这些女士们啊，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的到来，欢迎他们的加入。当然他们不一定看得懂啊，看不懂拉倒啊，我管你看得懂看不懂，我不能是吧，不能照顾这个初次来看球的朋友啊。当然上次他们冠军联赛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好，谢谢大家。这个交手记录呢，马奎尔占优，马奎尔胜了12场，而罗布逊呢只赢了8场。那马奎尔的12场呢，主要集中在两个人的前6次的碰面。因为我们知道，罗布呢是活跃于2004年左右啊，2004年呢他是获得了温布利大师赛的外卡，而当时呢马奎尔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巅峰。我们知道马奎尔唯一一个三大赛的冠军啊，就是2004年的英锦赛。所以在两个人前6次的碰面啊，全是马奎尔获胜。当然也包括了最近一次啊，今年的大师赛，这个马奎尔上半场0-4落后罗布逊啊，下半场1-5落后，最后顽强的6-5胜出。那场比赛相信也让大家印象深刻。罗伯这个赛季表现还是不错啊，拿到了3个大赛的冠军，其中也包括王中王和小特那场极为精彩的决赛。马奎尔呢虽然没有什么冠军，但是他在赛季初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啊，本赛季是从6月份开始的，是从1年前就开始，当时的比赛叫做无锡世界杯，他和老张也就是辛斯组队为苏格兰夺得了金牌。不能全屏，您点这个屏幕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方块啊，有一个小小的方块。山东省网友说我是特别这个嘉宾啊，感谢大家的欢迎。这个今天特别特别的来宾非常多，因为还有我们一些这个 QQ 群里的朋友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因为今天是周 6，这个时间也比较好，8:30。如果您看一会儿您烦了的话，您随时可以休息啊，您随时想干嘛干嘛。中带 17，这个篮球好像角度向上了啊，看看上方那颗右侧底带应该有下。索尔科夫斯卡呢，这个摆球呢非常的快速啊，看上去像没摆好一样。刚才摆粉球的时候我已经说了，那个粉球没有摆好，这是他的风格。而且他以前有时候也穿裙子啊，他以乳房比较大而著称，当然他不穿裙子呢看不太出来啊。我们看里边穿着黑色的内衣啊，身材还是可以的，鼻子很大，这是波兰人的特点。另外一个波兰的女性裁判员卡涅斯卡也是非常喜欢穿裙子，
以前我们记得 PTC 以及这个资格赛的时候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群装。刚才萝卜这个防守让人有点看不懂啊，就是给马奎尔机会的那一杆让人有点看不懂，也许手感还需要慢慢来打。这个比赛呢17局9胜，所以呢要分两个阶段，都在今天啊要完成。那么第一阶段呢只打8局，有一个中场休息，这个跟冠军联赛还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个中场的15分钟的休息。然后第二阶段的最后9局呢要在凌晨2点来进行，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所以6天一共要打这个6场比赛啊。啊，7天，对不起啊，20号到26号。4场第一轮，2场半决赛和1场决赛，决赛19局10胜。对，看完了就去操逼，是的。马罐表现犀利，不是 Ray 吗？是 Ray 啊。我说 Ray 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听不懂啊，所以我一上来还是比较谨慎的啊，用了他的学名叫乳房。这杆球角度还可以，下杆不太舒服。对，还是要发一库的力啊，因为你要是想收着不吃库的话，这个球很难打进去啊，因为你高架以后啊，这个发力会更大。这球形非常好啊，刚才这个 NK 球 K 的是不错的啊，有理由期待打出一杆高分甚至破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赞助商 Coral 啊，还是要向杰西妹这个儿童的临终关怀的医院要进行捐赠，也就是说球员每打出单杆破百的时候，他们就会捐助100英镑。那么本赛季的前两站的珊瑚杯呢，已经打出了51杆的破百，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像这个吉西妹啊，这个医院啊，已经捐赠了5100英镑。那么去年这个比赛一共打了22杆的破百啊，奥沙利文一个人打了8杆，这已经50了。球形很不错啊，粉球点应该也是开放的。马块怎么还没小跑呢？他已经小跑了，他这个入位的那一下，他这个迈腿那一下，这跟希金斯是完全不同的啊。希金斯那是自己独到的东西，这马奎尔这个练成了一溜小跑。郭荣老师，我是处男，好，欢迎处男。那处男你就不要看了啊，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成人的话题啊。这个天色越晚，我们的话题的开放程度啊就越大，就越跟下身啊会有一些关系啊。我们看索尔科夫斯卡这屁股啊非常大啊，粉球点还是被红球占住了啊，所以要放在它的本点的垂直的下方。对，像是唱乡村音乐的是的。这个以前我在微博上发过一张萝卜和这个大卫雕像，和这个著名的大卫雕像的对比啊，他们两个人的侧面啊几乎一样，只不过以前萝卜是把这个头发给拉直，但是现在呢他这个奔放的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不错，这从侧面看我觉得他可以演这大卫了。哎，这个篮球没有走到啊，这杆不应该啊，这杆你要绕台的话你只能叫右侧这个，除非这两颗是组合球啊，除非这两颗在这边是组合球啊。你看绕台还没绕好，你绕台你低杆这个弧线没有出来啊，所以没有避开咖啡球啊，
63。这也是因为它这个发力的原因啊，一个是这个白球离篮球比较近，不容易把这个力发透，还有一个呢，确实手感啊还没有到最佳。哦，辽宁在播 CBA 哦，谢谢辽宁的朋友。哎，我们看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颗球有可能会是一个传球组合球，但是呢，因为你要打这两颗的话，你很难避开这一颗，你这个母球是无法来控制的，除非你认为它就是一颗铁球。什么叫铁球呢？就是一碰第一个，第二个肯定进，那你就放开了抡，是吧？我们记得瑞恩戴在这个冠军联赛对小特的一场比赛当中啊，就是抡了这么一杆啊，没有管这母球。这个白球我刚才说了啊，因为白球是不可控的，它一定会碰到另外一颗红球。黑球呢已经没有了，黑球被这个红球挡住了，所以这个球我们看虽然打得非常准啊，这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颗铁球，但是打得非常准。好在呢上方那颗球还可以来接应啊，打进咖啡球。预告中不是说要聊聊疫情吗？当然了，我刚才已经开始聊了，已经开始聊这个疫情。我们看萝卜这个非常奔放的这个头型，它没有叫上方这一颗，下方这颗相对比较薄啊。碰到篮球了。这个绿球还有啊，篮球不一定好了啊，绿球能不能叫到上方那一颗？还可以高杆推起来啊，一库啊。这回架杆器放到原位上了，因为冠军联赛的时候架杆器都放在旁边，就是所有辅助的器材啊全都要放在这个球台的旁边，所以球员们这个掏起来觉得非常的奇怪啊。我们看这次呢还是放在桌子底下了啊，没有放在他原来的这个桌子的这个两侧。迈克尔这身上只有一个赞助商的商标啊，我们看这颗球可以再带一下啊，轻轻的带一下。效果一般吧，因为这个带开这颗呢，这个很难打，很难打。如果这颗球带的力度再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的话，就好打了。好球啊，漂亮。马棍儿，这个第一局一上来有可能为我们奉献一杆破百啊。这小子疫情期间也是练球，看来练得不错啊。他没参加这个冠军联赛啊，冠军联赛苏格兰球员啊只有一个人来了，只有这个安东尼麦克吉尔，包括老张啊也没来。这个红球还没有被破坏，还可以连接啊。这杆虽然中间出现了一些意外啊，像这个组合球，但是还是顺利的打到了现在啊。马奎尔在交战记录上还是占据上风。哎，老张喝多了。这个老张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萝卜昨天来这儿不是要做这个核酸检测吗？都是咽拭子啊。这个要做这个检测，然后这个老张排在他后边，结果萝卜做的时候呢
打了一个喷嚏，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告诉他我们只能再做一次。这老张看了以后说我直接开车回家吧。好球，没有掌声的破百啊，在巡回锦标赛的第一局一上来就是一杆单杆的破百啊，非常的精彩啊。马奎尔的第442杆的破百，本赛季的第25杆，职业生涯442杆。108，对这个结果应该非常满意了啊！一上来在手感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的时候啊，就可以一杆破百。我们看出了一头汗啊，这我估计是那杆子那个组合球闹的，出了一头汗。有2833个人，我这儿显示啊，谢谢大家在周末啊来观看这场巡回锦标赛的第一场的对决。这个巡回锦标赛的赛制呢，我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入选的八个人呢，都是根据单赛季，也就是本赛季啊前面所有的排名赛，他们的积分，也就是所获得的奖金数来决定。那么本来呢，这八个人当中有中国选手丁俊晖。丁俊晖是谁呢？这个不用我来解释了啊，因为即使您不打台球，您不怎么看斯诺克，您对丁俊晖这个人呢也是如雷贯耳。就我觉得一般呢，只要是在中国的城市里的人呢，都会知道这个名字啊，尤其是年轻人，丁俊晖。那么丁俊晖呢，他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他是待在了北京啊，所以他没有参加这次比赛。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马奎尔呢，单赛季呢排在第九，由于丁俊晖的退赛，所以呢马奎尔呢顶替丁俊晖来进入到和罗布逊的对决的这个签位当中。哦，您知道做了核酸怎么查结果？这我不太清楚，应该24小时之内就能出来结果。这个您问这个给您做核酸的人吧。我这个因为没有做核酸的这个要求，我只是前几天我们这边居委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去过新发地吗？去过丰台吗？我说我没去过，所以就没了。然后这个小区呢，现在就是快递啊和这个外卖啊都不能进入这个家门，不能进来啊。但是其他的还是相对比较正常吧，当然大街上的车是少了，人也少多了。大家如果看这一周和这个前面两周的对比啊，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好像大街上的人和车都少了。这个球开的有点问题啊。这萝卜有进攻的机会啊，左侧的底泰啊，白球可以从黑球下方啊跑出去。篮球还有啊，位置非常好。对，上次顶替罗尼运气好，是的。对，马奎尔确实啊。这八个人是小特、莫菲、塞尔比、罗布逊、严炳涛、艾伦、老张以及马奎尔。这是单赛季的排名啊，单赛季小特呢是这个挣钱最多的人啊，他已经是唯一一个上70万的球员啊，因为他拿了6个排名赛的冠军，这是历史上啊第一次有人超过5个。他拿了6个排名赛的冠军啊，最后一站就是3月份的直布罗陀，直布罗陀最后两天、啊、也是这种闭门作赛的方式。低杆好球，
还可以避开黑球。这个角度向上啊，看看要不要 K。如果不 K 的话呢，去叫中带可不可以避开红球？我不喜欢车啊，因为我95年的时候，当时就是，就是这个就不喜欢车，我对车毫无兴趣。我看他没有 K 啊，转这是他考虑这个外围的，还有三颗球可以打啊，所以他觉得还不到 K 球的时候啊。当然这个篮球呢需要低杆退回来一点，然后叫一个中距离的一个红球。我骑的电驴，我也没有电驴。对，上次大师赛是的，顶替了沙利文。这是一杆中距离的球啊，稍微歪了一点啊，但是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小蔡还能火3年吗？当然了，3年他33岁，这个完全是在状态之中啊。我只是奇怪，我只是比较好奇啊，他这个36岁的时候啊，也就5-6年之后啊，小特这种打法还能否持续啊？因为这个冠军联赛的时候，小特呢没有发挥出来啊，第二轮就被淘汰了。所以呢，明天呢，大家很关注他跟老张的这场比赛。而老张呢，一个是年事已高，还有一个呢，老张呢也没打这个冠军联赛啊。再加上去年世锦赛决赛啊，哎，这球没有带好。世锦赛决赛的那场，这个悬殊的比分啊，所以我觉得小特呢现在面对老张啊已经有了很大的心理优势啊。本赛季也是在2次半决赛吧，一次还是2次半决赛啊，战胜过老张。所以喜欢小特的朋友呢，明天啊可以继续来观看。嗯，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防守线路，打薄边啊回去。罗俊的手感呢，在冠军联赛的时候就不太好啊。冠军联赛虽然他打了3杆的破百，但是整体的水平呢没有发挥出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巡回锦标赛依然是这样。小特火了10几年了，小特我是07年的时候知道他，08年，然后09年的时候他拿了冠军联赛冠军。嗯，留机会了。小特最早被人熟知是04年的时候上了斯诺克现场杂志的封面。罗第一杆没有打好，看看这次机会。还是没有 K 这个球，还是来单叫。8。9。利用红球呢，停住了白球啊，来叫粉球。打粉球这个分数不够吧？对，我们看中间啊，还有5颗红球，5颗的这个最左侧那颗应该是有下，但是由于粉球的位置呢，挡住了这个叫球的这个线路，所以呢，我们
还是要看一看他怎么来处理最后这五克。当然超分也是可以的啊，如果他能把这个边库这个吃掉的话，但是边库这颗毕竟不太保险啊。哎，这个就是一个 K 球的机会啊。K 了，还可以啊，因为左侧有一颗接应嘛。23。篮球未必叫得好，而且手架不太舒服啊，想叫粉球你必须发很小的力啊，而且还要避开左侧边库那颗红球，这个不太好下这个中低杆啊。所以我们看他去叫了咖啡球啊，因为这个篮球呢万一走少了的话呢，就有可能被红球挡住。对，小特那时候在上海大师赛，在上海体育电视台，上海体育频道啊，跟一楠他们做节目，表演这个基本的走位啊，还是非常的熟练。哎，这萝卜还要看一看啊，这个球运气还可以啊，中带底带啊都可以来打。这红球碰得恰到好处啊。纳奎尔知道这局希望不大了，因为这个球形对萝卜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啊。台面还有75啊，领先64。这回来叫粉球。29。刚打完炮就来看我甚至我爽上加爽，好累。我操，这么早就打炮，这太早了吧？天刚擦黑，您就上。对，一男看小特这个表演赛看得一愣一愣的，是的。不过那个是他已经成名了，2012年吧，那时候上海电视台还是在直播这个孙克的比赛。上海电视台是从2014年开始停止这个直播，2014年的世锦赛以后，然后就开始来停止直播孙克的比赛。还是边库那个红球的问题啊。哎，邓廷浩说听上去啊，现场收音没有 BBC 的好。当然这个英国的收音的设备呢都是差不多的啊，我这声音没有开得很大，没有开到最大。当然因为这个声场啊它是没有观众啊，所以声场会跟我们习惯的这种声音呢有所不同。萝卜这球走多了啊，还是要一库啊把这个黑球啊推进啊。好球，第二库也吃到了。57。看这杆单叫还是来 K。想 K 啊，没有 K 到。苏尔科夫斯卡要注意掏这个红球，这应该是在两三颗球以前应该来做的工作啊。我们看到有经验的裁判员，像杨沃哈斯啊，他们都会提前来做这项工作。现在苏尔科夫斯卡呢是手里拿着红球，好球，打得非常轻松写意啊。这个还得要来加长一下。不用。
这个一库就可以来走这个黄球，还是走两库？78加22呢，还是有破百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看萝卜还是打得非常的认真。87打完了，正好100，粉球6分，黑球7分，13，现在打了88，什么87，现在来到了93，打进黑球正好100分，漂亮。两个人各打了一杆破百，萝卜还是比较满意。这是罗伯逊第710杆的破百，职业生涯第710杆啊，本赛季的第68杆。本赛季破百最多的仍然是小特的97，然后萝卜的68，然后奥沙利文的40，塞尔比的43等等。这是本赛季一个赛季的破百的次数。我很喜欢泰国杆 Master， 是泰国的那个球杆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啊，跟英国球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是中国杆、泰国杆和英国杆都用过。老杨会直裁世锦赛不了，他会直裁啊，但是他不会直裁决赛。决赛呢会留给更多的其他的人啊。我们记得2014年是布兰登摩尔，2015年是这个奥利弗，比利时的裁判员，包括保罗科利尔，当然老杨呢也执裁了2017年的决赛。哎，这是决赛吗？不是决赛啊，是塞尔比对新斯的决赛。当然去年的世锦赛决赛的裁判员是给了苏格兰的老裁判员啊，60多岁的莱奥斯卡利恩，因为他战胜了癌症，获得了所有的从业人员的尊重啊。其实萝卜已经显得挺老的了，但是他就是离远了看还行，这个离近了一看呢，一个是他没刮胡子啊，还有一个他这个眼泡也比较大，还是想的显得跟这个38了快40的这个人差不多。但是我们看离远了看就觉得就是一小伙子啊，我们看离远了看这就非常舒服。其实萝卜它这个侧面呢长得要比正面要好得多，这个正面呢还没有那么吸引人，从这个女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看侧面啊几乎是完美的，这个下巴大下巴和大鼻子侧面还是非常不错。哎，就这个角度看着还是非常好。小特这个赛季破百能不能超越萝卜以前的记录？萝卜在2014年呢打出了103杆，现在小特呢还差6杆。6杆的话要分配一下的话呢，也就是说他要打104杆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啊。但是他巡回锦标赛这个比赛呢他至少要完成3到4杆啊，因为其实冠军联赛的时候大家对小特的寄予厚望，但是小特一杆高分都没有打出来，所以呢他的破百数还是97啊。对，3-4千的球杆够用了。抗癌的裁判叫莱奥斯卡利恩，我刚才可能说的太快了，叫做莱奥斯卡利恩。这球黑球没有叫到啊。还是防守。
那说是斯拉夫和俄罗斯渊源，因为从这个语族上来讲呢，他们都属于印欧语系啊。但是这个斯拉夫的语种，斯拉夫语种，也就是以前我们习惯上讲的前苏联啊，哎，他还是在进攻啊，还是在进攻这个篮球啊，还好。我开始以为他要防守了。这个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地区的语言啊是非常相似的啊，印欧语系斯拉夫语种。斯拉夫语种呢，包括大部分东欧地区的这个国家，但是这个罗马尼亚是不一样的啊，罗马尼亚是这个是偏拉丁。像这个波兰和捷克呢，也都是跟这个斯拉夫语啊以及俄语啊非常的相近。哎，还是没有 K 球，K 球稍微薄了一些啊，想用红球来带一下球堆，低杆，把红球堆带散啊，顺便来叫黑球。看到萝卜就会想起基诺·里维斯，基努·里维斯，基努·里维斯。这是90年代的美国影星啊，当然他现在仍然在演，现在已经早就变样了啊。他最精神的是90年代演这个《浪尖之上》，还有一部同性恋的影片叫什么来着？忘了啊。还有这个《Speed》，就是这个速度，跟这个桑德拉布拉布布布拉布布布拉克叫什么？桑德拉布拉克。他的辉煌期是在90年代啊，虽然他从80年代就开始跟这个贝尔托鲁奇啊来演这个小活佛，这球走太多了啊，这个萝卜的控制呢，现在还没有找到手感。我们看这身体语言，觉得打得非常奇怪。这杆，这杆黑球进球是有难度啊，两库也是可以理解啊，但是走了这么多，这个萝卜觉得很奇怪啊。马奎尔也在关注。好奇问一下，这个巨星旗下作业解说这次比赛时间安排，通过什么方法了解？你不播，我们到哪里去找别人呢？这个呢，请您关注一下巨星在线的微博的账号，微博您搜索"巨星在线"呢，就可以找得到啊。因为他那儿每天都会有一个表，然后地址呢，我不知道他发不发啊。我不知道巨星那边会不会来发，就是每一个直播间的地址啊。当然，如果您懒得去关注的话，您还可以上优酷啊，上咪咕啊，上中国体育都可以来看得到啊。因为现在这个早就不是我们这个巨星在线一家来直播斯诺克了，就是有很多的机构都有这个转播权，都是从巨星来购买的直播权。所以现在看球呢，比以前方便多了。比如您喜欢石春霞，您就可以去中国体育。当然，任浩江和李照呢，他们也在这个巨星在线。啊，优酷里有黑八，对，黑八的解说呢褒贬不一。这个大家觉得他这个太技术了，因为他只说球路。不像我这边话题这么开放，我还经常愿意聊聊乳房啊，愿意聊聊这些话题啊，愿意聊聊一些建设性的东西。像那个惊天魔盗团里的高个魔术师，惊天魔术团，这是前些年的一部片子。对，我自己的爱达荷，谢谢。我想不起来那部片子叫什么。对，这个同性恋的影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入选了 CC 标准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影片，我自己的这个爱达荷，谢谢朋友。我是老二刘子，晚上好，谢谢。哦，刚刷完巨星的微博，那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如果微博上不说的话，那我跟巨星的编辑说一下，我让他们发一下吧。只有这样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任浩江他们的直播间地址是多少啊。
他们都是通过微信，只有我是通过微博，没有解到。Fall and miss， 这就是无意识救球啊，要摆回来，来重新来解啊。萝卜也指引一下这个索尔科斯卡，电视上可能会有这个两次的回放，两次的电视画面的定格的回放。哎，就是这个刚才这个白球呢，离库边啊要再近一些啊。这个萝卜让他看电视吧，还是让这个索尔科斯卡让他来看一下电视啊？我不知道这个计分员是谁啊，计分员我还不太清楚。啊，应该是罗伯斯宾塞啊，对，罗伯斯宾塞。这是欧洲业余森赫协会的主席，加了更大的赛啊，还是没有解到，这赛还是要更多一些啊。这跟第一杆线路几乎一模一样啊，也是碰到绿球。到 ，Animus， 这边的怪夫。这个线路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关键就是这个赛的这个多少，已经打了两杆的草稿了。这个要警告罗布逊啊，因为这是三杆，如果再有这个红球啊可以看得到的情况下，你三杆打不着，这局判负，所以裁判员呢要警告他一下，所以罗布逊也就不解了。两颗底库的球都不好，这个角度都太难受了。看看右侧啊，右侧这颗薄球啊，因为这颗球非常薄，它叫上方的低分值。黄球两分，绿球三分，咖啡球四分，蓝球五分，粉球六分，黑球是七分。嗯，薄进我们看篮球也停不到啊，所以只好来看看篮球底带，篮球底带和绿球选一下，绿球不太好架杆，篮球左下角的底带啊，手架受到绿球的影响，但是比较直，好球。我们今天聊几元的话题，聊个十块钱的吧。哎呀，这个北京的疫情啊，这事儿我真是觉得很讨厌啊，很讨厌。这很可能是两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然后嫁祸于这个三文鱼，嫁祸于挪威，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挪威方面已经说了，说我们的三文鱼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说运输环节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在中方，这责任应该是在中方，因为我们想挪威那个发达国家，它的运输环节要比中方要严谨的多。所以我一想到这个疫情呢，我就觉得非常的烦人啊，非常的烦人，因为这个对大家生活影响确实很大啊。你不能上班，不能上学，这个学生啊已经复课了，但是复了没几天又停了，上班呢这又改成轮流上班了，那么你的收入呢肯定会受到影响，失业的人呢一定会大幅的增加。因为前一阵已经有一个数据啊，显示中国大概有一亿人处在失业状态，我觉得还可能还不止。但是南方的这个水灾啊，
又是今天今年啊来的特别的早，往年到的七八月份啊才会出现的这种洪水的现象啊，现在已经出现了，在六月初就已经出现了。三峡大坝摇摇欲坠，一系列的事情呢，看上去都预示着一个不太太平的下半年，包括粮食问题。也许我现在说这些呢，大家感觉还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到了下半年啊，到了八月份以后呢，可能您就会有一些认识。京城疫情非常严重啊，因为北京市这个过去十天报告的人数呢，感染的人数呢是200多人，205个，但是实际上从这个地坛医院增加床位到1070张，这个就可以看出一定的端倪。我觉得这个要实际感染的人数要远远的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这个我们不用怀疑啊，因为我们这里是中国。我觉得在中国最难的事情就是讲真话。哎，这个粉球可能会受到红球的影响，这个走的少了，这手架不舒服了，走少了，多走2颗球就舒服了。看看比分。领先30多啊，台面还有59，台面上还有4颗红球，1颗红球8分，4×8=32，彩球加起来一共27，所以它是59分。还是打篮球，这个是没办法了，要避开咖啡球。好，两库推下来啊，粉球下方这颗还可以啊，这个准度还是不错。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两个人前两局都是破百。啊，这个不应该啊，这杆球。虽说发力有一点困难啊，领先了44啊，还没有超分啊。他是想让这个白球啊横弹更多，但是发的这个力啊不太准确。萝卜这爆炸头真他妈爆炸！ LP 球杆在哪里可以买？一般的台球用品商店啊，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在各个城市里啊，这个台球用品商店还有没有啊？好球，漂亮！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线路啊，走到黑球，但是好像只能叫下方这2颗，对，黑球的角度啊，只能来叫下方这一颗。台球用品商店呢，这是10年前啊，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很多的这种商店啊，当然现在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啊，这 LP 球杆应该如果它没有停产的话应该还是可以买得到的啊。这需要我们在这个手机的地图上啊搜索一下您附近的台球用品商店或者您所在城市的台球用品商店，当然我不推荐大家在网上来购买球杆，因为这个球杆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在现场打一打，因为现场呢一般的台球用品商店都会有一个这个中式的球台啊，就是小型的这种黑八的球台啊，你就可以去上去打一打，打个半个小时您就能分出来这几根杆的这个区别。虽然您买的是斯诺克啊，但是您在这个小台上打一打这个大球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找一找手感，所以我不推荐啊，大家在网上来这个购买球杆。这球又防守出现问题了，中带留机会了。
们上次直播说过，领导发过一篇摆地摊的文章被禁嘛？这个我好像没说过。上次摆地摊，上次大家问过我，大家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纯属扯淡啊，也这不准，上方也没有晕禁。这个球，哪块的机会？这个摆地摊呢，它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你想，日本啊、美国、欧洲，如果说穷到是要让大家来摆地摊，那这个世界也就该爆炸了，这个太奇怪了。但是我知道，在武汉那种地方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摆地摊啊，因为我在 YouTube 上看一个罗宾的视频，他连续几天都是在武汉。就是最近这一个礼拜啊，他都在摆地摊儿，摆得风风火火。可是呢，在北京呢，就被这个城管啊给这个压制住了。因为最早说这个反对李克强的这个说法呢，应该是这个北京市啊蔡奇，也就是他们说这个地摊儿的文化呢不适合北京啊。这实际上也像是一种公开的作对。黑球还可以啊。你仍然没有超分啊。今天29，台面还有35。但是黑球要薄的话呢，这个有点风险，万一打不进的话呢，我们看 remaining 就是剩余的这个分数 behind， 这就是落后的分数啊，领先或者落后的差距。这 behind 这个不能说马克尔 behind， 他应该是 ahead 领先。还是用黑球来做一下防守啊，这球不进攻了。Steven McGuire one。LP 是早年间20年前啊，这个是广东的一个球杆吧，是属于国内的一个名牌啊，国内的一个名牌，非常好。这个球杆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后来。他不做那种细头的球杆，因为我这个20年前的这个杆啊，这个前肢啊就非常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球杆了，所以它打杆非常的软。我原来低杆最好的时候，我可以打出小特那种弧线来啊，就在这个球台上。但是我用别的杆子就很少能打出来。对，摆地摊文化3-4线城市啊，很合适。是的，我觉得，其实，在北京和上海呢，你说摆地摊一定会有很多人啊。大家不要把这个两个地方想得那么好。这个我们国家距离发达还有很远的道路。大赛跑会不会留机会？还可以啊，这球有一点点的难度。确实有难度啊。马奎尔当然这个机会呢要抓住啊，抓住他就可以来超分了。30-27，打进的话就是30-27。小桥流水说怎么回事？这很正常啊。我把我的声音再调出来，您听一听啊。我这开着呢。就可以来超分了。还可以啊，没问题。我是又吹牛了，我没吹牛，我有什么可吹牛的？我这个所有的话说的都是大实话，包括我个人的经历，包括我对世界的认识，
还有上回咱们直播的时候有好多孩子问我说，那个说您不是说你这个第一次打炮的时候舒服吗？好像原词是爽不爽。我说操，这上次我就没解释这事儿，后来我越想越不对劲，谁他妈第一次打炮能舒服？您给我讲讲，说第一次打炮就爽的不行。我操，这事儿太奇怪了。第一次呢，一般都是痛苦的记忆啊。当然了，这个随着经验的丰富啊，第二次、第三次啊，就会越来越好。不用加氮气，胡逼一打，完事儿。这局两个人有一些争夺，萝卜还在喝着他的橘汁儿啊，这是豆浆啊，这是永和豆浆啊，这什么东西？这喝的这也不像果汁儿啊，就着水。BCE 当然好了 ，BCE 当然。是英国的这个老牌的这个球杆，90年代奥沙利文和吉米怀特呢还为 BCE 也做过代言。当然这个球杆呢现在已经很少了，以前我是03年在加拿大买过一根 BCE， 然后后来10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位朋友呢在北京呢也买了一根这个 BCE， 这个还用到现在啊，我有时候也用一用，还觉得非常好。猕猴桃汁儿，好，显得有点浑浊啊，看着怎么像是绿豆浆啊？上回我就说他喝这个豆浆这事儿，GP 倒不是太贵了，就是 GP 啊。这个约翰帕里斯啊，这个球杆它要等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如果您不去英国他店里去买这个现成的，那您等一两年都是很有可能的。您要在他官网上订购，如果您对插花还有要求的话，它有各种选项啊，就是你需要一根什么样的杆，这个数据都是由你自己来决定。如果你把这些都选好了，然后你还要一根手工的话，那等一两年这是很常见的事情。这个如果大家从现在开始买的话，说两年以后这个杆您才能拿得到，那您就得想想两年之间您会干什么，您还会不会喜欢打这个斯诺克，而且两年以后中国还是什么样你也都得想一想。哦，对 Thank you for info. 是您问的，我想起来了，上次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好意思来回答，现在我可以严正的告诉您，谁他妈第一次也不会舒服啊。乔佩里和大卫亨顿，刚才我们看到了大卫亨顿的那个直播间啊，乔佩里来到了这个米尔顿凯恩斯，当然乔佩里和罗布逊呢都是住在剑桥，离这个地方呢也非常近。断式和 YC， 这个 YC Power 断式，这个我不太清楚啊，这都是后来出的球杆了，这我就不太清楚了。看您的目的吧，您如果要打斯诺克的话呢，我还是推荐您去找一找 LP 啊、BCE 啊这种比较传统的球杆。One。对，上次也说不少，哦，那我都忘了。我是看这个大家聊天记录，我就想起来了。上次咱们直播冠军联赛的时候，您问我的这个第一次舒服不舒服？我第一次17岁还是18岁？哎呦，真他妈难受啊，不堪回首。这个球没有叫好啊，白球的这个方向不太美了。对，
对 ，YC Power 是原成的，是我说了 ，YC 是原成的，这个2010年以后的牌子。我先谈谈去年巡回半决赛啊，火老师对小特那场半决赛，这个您可以上 YouTube 看我当时直播，尤其是第二阶段，因为第二阶段那4个小时比赛，我是全程为大家做了直播。我们看白球失位了。Six。那个比赛呢，可以说是我这个解说的一个小小的巅峰啊，因为那场比赛我为了调动大家来看这个夜里的比赛，因为是夜里3点。那时候还没有到夏令时啊，这个比赛是夜里2点啊，那时候还是夜里3点。如果您看夜里3点比赛呢，会非常的痛苦，因为看完的话往往就是7点，那就您就需要起床，您就需要吃东西，您就需要上班，这个还是非常痛苦。所以我为了调动大家呢，我就在比赛之前呢说了我的3个小小的愿望，像火老师希望拿到第一分，然后争取拿到第二分，然后再拿下第三分。结果呢，上半场呢，就真的跟我说的一样啊。上半场奥沙利文是3-1领先小特，我是确实没有想他能把比分扳平。上半场7-5，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下半场8-5，然后这个到这个9-9，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啊。这球还能推得动吗？这球杆要立起来一点。回来吧。哼，这个他说，这怎么打？这球杆要立起来啊，因为这要防止二次撞击啊。这个白球还是要往前推一点点啊。对。这个 K 球已经角度已经不错了啊，但是这个距离比较近。我们说到 B， 一个个都来精神了，那当然了。K 球效果不好，没有进攻机会了。这个直播可以投屏，当然可以了。您从手机上来，您用这个 iPhone 啊，这个直接就可以投啊。当然不是这个投屏，不是这个直播间的功能啊，这是您手机的功能。如果您用安卓的话，您可以用这个投屏助手啊，这些软件啊，您装上以后就可以投在大电视上来看。当然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清晰度是 1080p 啊，是 1080p，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正好是我显示器的1/4啊，我显示器是 4K 的，所以呢它是正好是占这个1/4。我们看啊，正好这个大小是1/4，所以它是 1080p。这杆跟那个萝卜刚才防守有点相像啊，不要摔带。Steven, why eight? 母球还可以啊，母球控制不错。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缓慢的进行，朋友们也慢慢开始性交了，这是我的一句名言啊。确实现在咱们国家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身体还是可以玩的，还可以俩人互相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啊，互相玩，这个确实还是有待这个改革开放的继续缓慢的进行啊。这机会啊，这是萝卜的机会，点点头，估计要出事儿，这杆估计要出事儿啊。你这球形不错啊，看炸开球，哎，粉球有上方的底带啊，如果粉球拼进的话，那这个球堆就没有问题了。粉球要拼上方的底带啊，左上角的底带。Green。哎，还是打绿球啊，还是把这个不打粉球啊，还是要扎杆来打这个绿球。
用的是扎杆，我们看到了弧线。这个萝卜的想法还是比较稳健啊，要我的话我肯定想都不想我就拼这个粉球了。你觉得外国牛爽还是中国和日本？当然中国和日本啊，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两国紧密相邻啊，这个人种也是一样的啊。中国和日本，日本妞呢都是比较干净，因为日本的化妆品啊，也就是药妆店啊，非常的发达，可以说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个产业，所以日本人的妆容呢都非常的不错。在日本很少能够看到那种特别脏的女的，几乎没有。所以我觉得从审美的角度呢，如果您不想干这个中国的女子的话呢，就想那您可以尝试一下日本的。日本的在新宿的歌舞伎厅，东京的新宿歌舞伎厅，20000块钱，您20000日元啊，20000日元1300块钱吧，是可以干一次的。当然随着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啊，这个中日两国也停止了交流，我不知道这个11的时候能否开放。这个从现在北京的疫情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有点悲观啊。也许日本呢控制得很好，日本现在只有10000多人，东京呢是5000多人，但是北京以及中国国内的疫情啊，这个第二波啊是否难以控制，这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待会儿重新获得机会。不是能不能传到国内的视频网站？国内我没地方传，因为我如果传在优酷上啊，一个是它广告太多了，如果而且国内又是这种收费那种收费，这非常不好。所以我从来不看国内的视频网站，我只是每年的春节期间啊，会上这个优酷看一下《乡村爱情》。这是我看的国内的唯一的一个剧啊，唯一的一个剧就是辽宁的那个《乡村爱情》，我这只是看这个片子啊。再加上国外的网友呢，海外的网友呢，看我这个直播呢，也许时间上不太合适啊，所以我还是习惯于传到 YouTube 上。传到 YouTube 上，如果您翻墙的话呢，这也没什么难的啊。63-69的这个 pot success 这个进球成功率啊，打了69次，成功了63次，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接近这个达到90%以上。对，那场比赛霍老师踩着球台系鞋带非常帅。是的，他已经系了2回了，早年间2008年这个大奖赛对汤姆福德的时候就系过一次。萝卜身上还是有广告的啊，马克尔身上只有赞助商的这个胸标。聊聊前女友的那些事儿，这我聊的太多了。哎呀，我第一个女朋友是高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也长大了，她也差不多也还行了，所以俩人看着还都比较顺眼，也都比较年轻。那时候我17岁，她15岁，两小无猜，旷课，一块玩儿，乱摸。这个篮球还是没有走到好，没有走到一个好的位置啊。粉球右侧那颗，哎，还是先来打这个粉球左下方这一颗。36。
老师，您不为我们不会翻墙的想想，这个我没法照顾这么多人啊，因为我是，我只能，因为我时间也有限，我一个比赛录完了四个 G， 我上传的话得上传挺长时间的呢，所以我还是只选择一个这个上传的地方，那就是 YouTube。YouTube 大家如果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您在国内看不到的东西啊。如果您想看的话，那些东西也就是可以看，如果您不想看的话，那您就不要看。今晚52了啊，这个已经超分，但是还是有破百的机会。59，中在还有吗？有，中在还有啊。60，好球，拉得很漂亮。67。最后一个球也可以来叫中的。有一点难度而已啊。75。这个马奎尔真是见了萝卜就会来神啊。绿球和咖啡球呢可能不太好啊，包括这杆啊来走黄球也有一点点的难度啊。避开粉球，直着起来，好球。关键呢是要避开粉球啊，这是比较难的。嘿，这还不用加杆器了啊，这位置叫的好啊。但是想跟咖啡球连接啊，还是有一定难度。咖啡球冒翻吧，冒翻，这翻太轻了，主要想控制母球，这个没有破百。只打了86啊，86，所以现在双方进入15分钟的中场休息啊。上半场马奎尔啊，打了一杆破百，然后一杆86，包括在上一局啊，还是获得了胜利，所以3-1啊领先萝卜。萝卜呢虽然状态一般，但是也有一杆破百，比赛呢还算是比较精彩。像在情是我国拍的最好的片子，是的，反正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从那个80年的《敌英18年》啊，从这《敌英18年》以来啊，我就是看的最好的一部片子啊。80年还是81年，我看的金基杜利、李小丽演的这个《敌英18年》，丫特骚，丫演一个这个女特务，还是一个什么人？我记得啊，特他妈骚。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啊，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但是我非常喜欢看《敌英18年》，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刚才大家问这个网格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 Coral 的这个灯光啊，我们看这比赛结束啊，这个灯光啊又打在了这个球台上，这是已经事先设计好的，这是赞助商珊瑚公司啊。特意的打在这个球台上的灯光，这个最早呢出现在2004年的超级联赛，当时呢是这个英国的天空体育啊 Sky， 他把这个 Sky 的这个标志啊打在了球台上。3-1，第一阶段呢只打8局啊，最后决胜负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的最大的比分呢只能是8-0。而17局9胜的比赛呢，还是要在第二阶段来决出胜负。我们把现场声音稍微关小一点啊，咱们来聊点什么吧。
我说晚上好，是的，大家晚上好。我说为什么我字幕没更新？这哪有字幕啊？这个还是接着来聊一聊疫情啊。唉，疫情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的数字呢非常不透明，而且造假的成分非常多，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不过对咱们国家的这个当权者来说呢，这个早已这个习以为然，早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这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犯罪啊，最大的一个犯罪。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那边能够如果能够得到证据啊，显示中国真实的感染人数的话，也许大家才会发现其实我国呢才是最多的。当然我不敢说啊，不敢说那么多这么多人数。我曾经发过推特，我说在中国呢得死5亿人，而且这5亿人呢才是城市人口，您才会觉得身边的人呢少了一些。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城市人口就有好几亿，好几亿里边如果死的这5亿人都是非城市人口的话，是农村户口的话，您是感觉不到的。这是咱们国家一个现状，所以也是正好利用了这样的一个现状，各级政府呢都在积极而且从容的作假。我说你听窦唯的东西听过，1991年的黑豹。Don't bury my heart。1991年我上高二的时候，上高三的时候，高二、高三，窦唯啊，黑豹乐队。哦，就是下边聊天记录啊，是上次比赛。这个我还是可以往前翻一翻的啊，现在3002，我这显示人数是3002，聊天的记录是1538，因为这个我也前面只播了三次，第一天是200多，第一天我还记得只有200多。我说接着讲前女友，是的，我这个刚才讲了一部分。这个91年的冬天啊，我跟我这个前女友上床，第一个女朋友啊，当然那个也是第一个有性关系的女朋友，因为我玩了俩好长时间，然后这个在一次活动之后啊，在一次活动喝酒的活动之后，然后我们毅然的决定上了床，但是非常的糟糕那个体验，因为是我姐的床，我老怕我姐回来。所以体验非常的差。后来92年呢，我在苏联又交了一个比我大五岁的一个女孩。哎，但是丫不让我上了，这想起来真是气人啊。所以我都怀疑丫那时候二十三四，他是不是厨啊？我都不知道，在中国有可能啊，有可能是从来没干过的，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这让我想起来，总是觉得一场噩梦，大好青春啊，就这么耽误。92年开始嫖娼，开始在苏联啊，开始嫖娼。窦唯跟您住的远吗？我不知道窦唯住什么地方啊，因为窦唯现在是个秃顶大胖子，他后来只做这个纯音乐了，爵士乐。爵士乐我90年代听的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现在我基本上不怎么听了，但是我还是，哎，达赫迪出来了，达赫迪。好，大家稍等一下啊，我去喝一口水。
Which is the, for the slaves, the heat on the side? This one here. Okay. I have a little on the humidity. See this probe hanging there? Yeah. Oh, it's real on that now. Should go up. Oh, yeah. This should change. Give it a minute. It should change to something. Okay. Should do. See, it's gone up to 99. Wow, wow, wow. Yeah. It's about 2 or 3% out. Very good, isn't it? Yeah. So we can do monitoring, you know. Yeah. Do you also have panel heaters? Basically, you've got six sections to the table, you know. Yeah. And it's basically, you know, three sections. There's one about here, one about there, you know. So it's just below the stem through the slant, you know, so you've got circulation as well. And they're really efficient. What are they made from? Ceramics? No, it's a heat-resistant material, you know. And they're white one side and black the other. So they reflect,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You know, like a white car or a black car in the heat. So which is the white side up? The white side is down, head towards the table, and towards the floor. And the black is towards the table, yeah, isn't it? Yeah. The black is towards the table, correct. Towards the slate, That's a thing, then.达迪下来视察，跟这个酋卓总监啊亲切攀谈。跟印度冲突了也没个说法，是的。印度现在好像是在大规模的反对中国的商品，我这两天看到的消息显示啊，印度那边有人把中国的电视机扔了出来，然后再烧这个习近平的头像，这个表达了极大的愤怒。当然我觉得中印就从1975年以来还没死过人呢，这次是又一次死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不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和印度是经常是擦枪走火。那个时候有共产国际，有这个苏联，有东欧，有古巴、老挝、越南、朝鲜，当时的共产世界可以说是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世界可以说是形成抗衡的力量。包括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包括很多非洲国家。当然时过境迁现在剩下来的所谓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呢，可能也就是中国、朝鲜，连越南都未必算得上，古巴就更不要说了，越来越少。你是我实家没有，我只见过他一次，我只见过他一次。对这个球员有什么看法？对这个足球运动员这个国内知道他的人非常少，因为现在的这个我遇到的年轻人全都不知道。这个大家不要以为现在国内什么都知道，这个对足球运动员的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非常的匮乏。这是米尔顿凯恩斯的这个 MK 体育场 ，MK 体育场和这个竞技场呢是紧密相邻的两个建筑。10-17这个实际上刨去了冠军联赛的交锋是这个8-12。这个赛季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师赛
大师赛的这个第一轮，马格尔呢6-5战胜了罗布逊，6-5和 Frambom 这个 season， 这个指的是这个赛季啊，就是那一场比赛。你直播间用其他浏览器可以，比如谷歌，当然可以了。用谷歌浏览器当然可以了，只要您的支付啊没有问题的话。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花了都是花了这个5块钱啊，花了5块钱进入这个直播间。沃森更喜欢静和，那当然了。对，球桌总监也辛苦。这个上次冠军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发型非常漂亮的一个小伙子啊，穿着短裤，每一场比赛都是他迅速的来擦这个球台，因为那个比赛是一场接一场，而这个比赛呢就不用那么慌张。这个随着比赛的恢复啊以及进行啊，我们要重新把我们失去的东西啊再找回来啊，也就是一些记忆，也就是这个赛季的一些过往的一些事情，我们要重新把它找回来啊。比如说马克尔，我刚才介绍了，他只是在无锡啊和辛斯一起拿到了无锡世界杯，他为苏格兰队拿到了冠军啊，战胜了中国二队。罗布逊呢是拿了3个大赛的冠军啊，包括王中王。好，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会来开始。达迪和菲尔耶茨两个人，这个朝大家在打招呼，这些都会出现在 ITV 的电视画面当中。达迪和菲尔耶茨，上半场呢是乔佩里和大卫亨顿。我还是喜欢李安，李安是啊，李安我一年多没见着他了啊。去年的世锦赛的时候，我和徐新建和李安啊，还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卫视的这个客户端，直播了几场比赛，当时还跟李安啊聊了很多英国那边的事情。我估计李安可能比以前稍微瘦了点啊，当然也有可能正在看我的直播。我估计是啊，一年多没见到李安了。作为年轻的时候还是挺帅的啊，是的。朱英，对，朱英看着还行啊。但后面就自己玩去了啊，自己一直埋头做音乐，这在咱们这儿还是比较少见的，可以说是非常少见啊，罕见啊，几乎是罕见。自己埋头做音乐，这个还是要有极强的毅力。当然，窦唯后来做那些音乐呢，也都不挣钱，所以呢，他的生活呢也比较穷困。老是开着一个这个电驴啊，接孩子。Thank you, Frame Five, Neil Robertson, right.第五局，前四局呢，马奎尔3-1啊，领先罗布逊。从罗布上半场的状态来看呢，我觉得，他还是没有进入系统的这种比赛的状态。
马奎尔虽然没打冠军联赛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训练也都没有耽误。所以上半场的马奎尔发挥啊更加出色一些啊，第一局一上来就是一杆破百108，然后最后一局打了一杆86，两杆高分，外加一局的胜利。这杆萝卜有机会 ，K 九位置还可以啊。如果觉得横台要碰这个红球的话，那就推一库。如果觉得碰不着的话呢，就这个中低杆的定杆啊来横台。就是我说的这个第二种方法，如果他觉得这个横台以后碰不到旁边那颗红球，那就可以这么来打。对，刚才有杂音。16，看看两颗球选一下啊，还是先来打左侧那个，可能要用加杆器啊，在下边啊，加杆器没有放在上边啊，这还得抽出来。萝卜这头发真是带劲啊，这卷儿。17，还得搁回去。24，25。关键的黑球，看看角度啊，还够不够 K 球的？外围这三颗啊，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外围那一颗还有吗？如果外围有的话，哎，这一颗如果要有的话就比较好，这还不用 K。这球需要发力吗？这黑球角度小了一点啊。中带呢，如果要推起来一库的话，可以来叫。双方打的还都比较放松啊，没有太大的压力。萝卜从这个肢体语言上来看啊，对这个比赛也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因为这个没有观众的比赛呢，毕竟球员打起来这个滋味啊不太一样。所以昨天呢，我发了一个微博，就是在世界斯诺克的官方的网站上啊，现在仍然有这个世锦赛的购票的链接，也就说明呢还是可以来买票的。而这个巡回锦标赛的这个购买了3月份的票的观众啊，可以获得全额的退款。
说火箭几岁开始打球？大概七八岁吧。我记得他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很厉害了，他好像十岁就破百了。这怎么有回音呢？这声音好像出了点问题啊！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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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这声音，这个一杆打出去以后，这是你听听这裁判员报分的声音啊，还渐远。好了，哎，没好，还挺好听的啊，怎么我的声音没有渐远呢？之前这个我刚才大家说之前手机那个巨星 APP 是不是废了，我觉得现在没人管啊，现在那个 APP 也用不了了，也请大家先甭管了啊，这个具体怎么回事我下个月我再去问问他们，是要彻底的改版呢，还是要恢复呢，还是要只是做这个直播，也就是以前的新闻啊，包括一些视频啊，也都不做了。那样的话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49。大晚上的听着这回音啊，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没关系啊，我们做一个全新的尝试。好了，声音恢复了。刚才大家问这个有没有147啊，这个离147还是比较远的啊，一个是这个球的过渡 67， 还有一个他要打篮球，刚才用这个篮球来过渡，我们看手上还是带着这个健康的手环，白色的啊，这萝卜已经在昨天已经展示了在推特上。好球。篮球必定走不出一个向下的角度啊，这个绕台。官网微博微信都找不到任何信息的更新了，是的啊，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人啊，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突然变成深不可测的武林人士，好球。74。我们看超分以后，这个越打越轻松啊。萝卜还是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比赛的状态啊。不过以他的实力和水平呢，我觉得可以以赛代练啊，就有点像奥沙利文那样。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啊，他的状态会有所提升，但是上次在冠军联赛的这个小组阶段啊，他就出局，也就是第一轮的小组赛啊，他就出局啊，这还是有点出人意料。87。粉球上方那颗还需要来带一下，这杆当然不带啊，这杆因为旁边那颗还有。95。打完了也就破百了。96。萝卜即将打出第711杆的破百啊，职业生涯。好球，没有带到，这个已经破百了，也就无所谓了。103。本赛季第69杆。Neil Robertson 103 and the free。这局打的还是不错的啊，2-3。
刚才我没有看到一个留言，天津市网友问啊，现实中有斯诺克 Plus 的比赛吗？有，这是在乔戴维斯那个时代，也就是乔戴维斯退役之后，在50年代啊，曾经他加过往这个球台上加过一个紫色的球和一个橘色的球。这个游戏被称作这个 Snooker Plus， 也就是斯诺克加。但是那个游戏呢，没有普及和发展啊，所以呢，也只是一个名称。广东省网友问啊，这个欧神，你每天叫麦当劳的外卖要多少钱？我是一个礼拜也就叫一次到两次啊，一次50块钱吧，51，也就叫两次，一礼拜也就是叫两次，100块钱，还是比较贵的。因为今天的留言啊非常非常多啊，所以我未必都能看得到大家的，有些留言呢我未必当时都能看得到，我只能这个利用这个间歇啊再往回来看一看，也请大家来原谅。 Thank you frame 6 Stephen Maguire 3-2还有3局啊，第一阶段就将结束啊，现在北京时间是10:12，预计这个比赛将在11点左右就可以来结束啊，而第二阶段的比赛呢，要在凌晨2点啊来进行。哇，有很大的杂音。在 WSC 的游戏里看到斯诺克 Plus 打开了一桌子球，斯诺克 Plus 那个您说的可能不是斯诺克 Plus， 可能是那个 Ten Ball 那个游戏啊，那个开球是需要把这个球完全打散的。看看上方那颗球啊，还能否看得到？看到还可以来做防守。这裁判好丑！这是我国球迷非常喜爱的一位波兰的相貌优美的裁判员，而且腕也挺大的。苏尔科夫斯卡，华沙体育日报的记者。摔带了。Stephen Maguire 4
这种球就看出来有点欠练啊。没有避开黑球，彩球的位置都不好，可以打黑球来防守。Maguire, one. Could we please be quiet backstage? We can hear your pack of crisps. 这个，他让后台安静一点啊。苏尔科夫斯卡让后台安静一点啊。他说：“您那儿听起来像过年一样。”刚才萝卜可能跟马奎尔提了一下，说后台有点吵。哎，运气不错啊。我们看一下，这是运气啊。他是波尔多瓦，可爱。波尔多瓦年轻啊，90后，保加利亚。你对优美有误解吧？我就只能用优美来形容了，因为他除了鼻子大一点以外啊，整体长相包括身材还是不错的，肉也比较大。这以前我还看过他泳装的照片啊，确实身材还是不错的。他呢是一个挺喜欢这个文化啊、历史啊、旅游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在没有这个比赛的时候，经常去各地拍一些照片。他发在这个 Instagram 上。11。对，沃神是不是收费的人比以前少多了？当然了，一个是收费啊，还有一个是大批的观众啊转到了其他的平台，因为现在除了优酷啊、中国体育啊，还有咪咕。也就是有4家网络平台都可以来直播这个比赛啊，对这个人流啊、分流啊是非常有影响的。再说，能接受我这种风格的人呢，在国内毕竟是少数啊。当然，以前我这个像5年前我在 KK 直播的时候，这个达到100万人还是700万人，我都记不住了。那个数据呢当然有问题啊，不过当时看这个比赛的人是非常的多。18。好像是700万人，我记得是700万啊，那个留言已经快的已经看不过来了，所以我索性我就不看这个留言了。当然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对，这个3000多是累计啊，这个我在赛前已经说了，是累计的人数啊，从第一场200多开始加，后两场奥沙利文的比赛呢还是有一定的观众。看看我们这边世锦赛的时候能否到10000。25。球形不太好，这个红球不太好处理。而你觉得世锦赛上赔率上火箭能力压小特不能？
火箭应该是排在第二位。好球啊 ！26。这个小地杆的横台啊，非常的精确啊。这个又要轻啊，因为它又要控制这个白球的去向，要有这个杆法。这个打得非常的漂亮。这球形确实不太好，因为黑球那个位置啊，现在我们很难找到一颗球啊，能跟这个黑球啊衔接上啊。看来要打组合球了，这是底下这个温度计啊，星牌的这个温度计，47度、45度、54度，这是球台底下这个加热的装置啊。看来要打组合球，这个组合球有一些距离，这两颗球啊，虽然从这个镜头上这个角度看上去是很容易啊，但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些距离啊，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好，还可以，这样的话这个球形就比刚才要舒服了啊，这些球就完全的解开。他世界各地撒卵去了似的，谁知道啊？波兰人也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啊，像70年代啊，这个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很多电影啊，都是有裸体镜头。虽然团结工会啊，在那时候对这个国家的管制是非常严，但是艺术作品还是相对比较开放。当然，东欧地区最开放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70年代还有性解放的运动。46。那70年代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这个《偶然》，《偶然》咱们这儿被翻译成《机遇之歌》。这个我是96年在日本看的这部片子啊，觉得非常好。手架稍有影响啊，还可以打到球的中间。他说你平时有空都在做什么？都在听音乐、看电影、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因为我这个音乐和电影的这概念可能大家难以想象，因为我这边总是有200多部片子待看，然后有很多的唱片没有听。因为有一些唱片是需要反复听的，反复听就要花上很多时间啊，一听要听一个礼拜。当然最近呢我还是以医院为主啊，因为这个五月底啊我父亲住医院也快一个月了。69都不扳平了比分啊。带出，哎，这个球没有带到啊，从两个球当中滑了出去。本来本意啊是连打带踢，65-51啊已经超分，台面还剩51。浙江省网友说：“欧神，我一边做设计稿，一边听你解说。”好的，做设计稿。响了啊，这个球走响了。杭州下了一天的雨了，南方嘛。北京前两天也在下雨，不过毕竟还是比较小啊。好，3-3。
办来自成都，是的，欢迎您，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天津的，已经看到了浙江的，还看到了四川的成都的朋友们。这个，也许其他地区的朋友啊，可能听我说话觉得比较奇怪啊，因为我是北京人，所以我们说的普通话呢，可能不太正规啊，也请大家来原谅。我在日本嫖过，当然嫖过了，我去年还嫖了。我去年十一的时候去日本，就是在歌舞伎厅啊，歌舞伎厅还嫖了一次。我们仨人一块儿，不是，就是有一个孩子是单独的，然后我们两个人是一块儿的，我们俩跟俩女的一块儿，俩日本孩子，然后那个单独那孩子他不会日语啊，他找了一个菲律宾的，也不会英语就干，咣咣就杵，杵完就射，射完就回来。然后我是因为会日语啊，所以我跟那俩日本女孩聊的是这个风生水起啊，我很关心他们的生活，但日本人生活都很好，整天都乐呵的，年轻人什么都不干。两个孩子，我为什么还是没有幸福感呢？这个幸福感怎么说呢？来自于多方面吧。我觉得一个是来自于兴趣爱好，还有一个就是成就，还有一个就是金钱。大概就是这样吧。如果您两个孩子，只说明您家庭的比较和睦，这是萝卜上手那杆运气球。还有这杆组合球打得非常漂亮啊！没有这杆组合球的话，这个萝卜这局啊无法获胜，迅速的将比分扳平啊！如果试想啊，如果再输两局的话，这个5-1这个比赛就不太好办了，5-1和3-3，这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女父亲看病是医疗保险还是商业险支付？医疗保险，因为我父亲是国家的干部，所以他一分钱也不用花。当然到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这种待遇了，我们都不是国家机关的人。对，还有青海的，是的。我曾看过吉米·怀特演的《龙的传人》电影，看过，和周星驰。这个吉米·怀特把周星驰坐住了，然后周星驰一溜助跑，用一个超级扎杆把这案子杵了一个洞，哇，给吉米·怀特惊呆了。当时因为这个92年的时候，吉米·怀特这还是最火的球员啊，因为他在人气上呢要超过了亨德利及戴维斯，那两个人的成绩呢比他要好，但是他在人气上还是当时的这个球王级的人物。说下半场几点？下半场2点啊！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一直在说啊，第二阶段是2点啊。也就是这一局和下一局结束之后啊，也就是在11点左右啊，第一阶段就将结束。然后两个人呢要洗个澡啊，要吃点东西，中间有3个小时的间隔。以后呢每天都是这样啊，4天，连续4天都是这样。然后半决赛也是分2天，一天进行一场，包括决赛，也就是7天啊。只进行7场比赛，每天都是这两个时间，晚上8:30和夜里2点。好球！哦，欧神来过新疆没有？我还没去过，新疆和西藏我都没去过。
那时候傅家俊也开始打职业了嘛，是打了。傅家俊是从97年吧，我没记错的话，97年。傅家俊应该是95年之后。因为亚洲最早的球王可以说是泰国人，詹姆斯瓦塔纳，好球，詹姆斯瓦塔纳。我们来青海尝尝青海藏族的孩子，哎呦，这个爱好太广泛了，谢谢大家。来尝尝青海藏族的孩子。你来过广东吗？来过，我05年去过香港。下半场聊4.5，下半场我不播了，我这个只能播上半场啊，非常抱歉啊，因为夜里的比赛我是播不了的，因为早上还要去医院，所以我待会儿呢播完了，我12点我就睡了。因为早上我还要去医院去交费，去交这个，这个住院的这个费用，因为有一些这个药物呢，还是要自己花钱啊。对，我刚才说一分钱不花也不对啊，也有几千块钱是要自己来花的，包括住院费啊，住院费一次押金是5000，明天是做第四次啊，也就是20000。傅家俊真的是因为眼睛的缘故退出世锦赛吗？不是，是因为傅家俊认为现在去英国呢不太安全，所以呢，一个当然是这个眼疾啊，当然是眼疾是个理由啊。另外一个呢原因呢，他是认为去英国现在不太安全，所以他主动的放弃了，退出了世界锦标赛。傅家俊呢？在赛季末的临时排名啊，已经跌到了第48位，当然他还没有降级的危险啊，有降级危险的是61的古尔德。这球失误了，没去东莞等于没来。哎，东莞管事服务我是没尝试过，但是也还可以吧，也就那么点事儿，也不可能像那个香港那古装电影里那样，俩人坐这个什么段子上来飞呀、那也不太可能啊，那没有那样的服务啊，俩人连飞带操，那也不太可能啊。以前看那个香港三级片，动不动俩人就是脱光了，火了。坐着那个绸缎，然后绑在那个柱子上，然后满世界乱飞，这都什么呀？这都，然后那女的还嗷嗷乱叫，看着还行，那也就看看。这杆算个机会啊，左侧的底带以及右侧的中带啊都可以来打，但是都比较薄。萝卜还是看这个中带啊，但是没有避开上方的，彩球，黄球还可以。
3. 这杆球很难连接黑球啊。看了一眼，如果要是叫篮球左上方的底带啊，接下来会怎么来发展呢？而你对商业险怎么看？现在看不起并住不起院的人太多了。是的，是的，这个商业险这个只是在大城市里才有呢，我觉得二线城市都未必有啊。早在2006年还是2005年，我们这个就有一哥们儿的这个朋友就找我做这个商业险，然后当时他说英国的信诚那时候在北京啊刚开，然后我就考虑了一下，因为当时我比较年轻嘛，刚才那时候我才30多，所以我就后来拒绝了他。后来我一想，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应该上一个这个英国的这个商业险。你说北京市的这个社保呢，其实就是有一些药啊，有一些药可以来报销啊，但是报销的范围是非常的小。9. 针对今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怎么看？这我以前的直播里已经说过了，我是不太看好，不太看好咱们国内的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啊。这个确实非常严重，因为现在还有这个三峡大坝的问题，三峡大坝随时有可能被洪水啊冲垮，因为它已经变形了。但是呢，推特上有很多爱国的孩子呢说，你不要用这个谷歌的卫星图片的这个方式啊来观察它，是我承认。但是你说，你能国内能给出更好的图片吗？没有啊。还有最近这个经常出现的这个鱼啊，这个河里的鱼往水面上来蹦的这个情况啊，在全国各地啊都出现了，这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太好的兆头。当然更不要提这个东北的粮食短缺啊，蝗虫啊，这红球挡住了一点点的袋口啊，打薄一点啊，好球。25 26 26。看看左侧那两颗，如果要都有的话，这球还比较好办，还不用管下方这四颗。现在叫右侧的这一颗。34那两颗应该都有啊，粉球旁边那两颗，包括右侧两颗中袋啊，都是可以来叫。2020年6月底，真的是世界末日吧？这不好说啊，怎么能说六月底呢？8月份吧。我觉得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8月份，一个是10月份。我觉得美国那边对这个疫情的这个证据啊，也在10月份也该出来了啊！如果10月份还出不来的话，那这个事情也就够呛。而川普呢，前两天呢提到了这个跟这个中国啊，要来彻底完全的脱钩，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完全脱钩"这个词，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信号啊。因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呢，是有些话是轻易不能说的。这是他在推特上昨天发了一条推特，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词。
这个还是要低杆往回来拉，来叫中带啊，距离比较远。57。打了57了啊，再打两颗就可以来超分。啊，玛雅预言，玛雅这个是非常神秘的一个文化。63，64，打进黑球就可以来超分。他看。看一眼分数啊，因为现在这个黑球角度啊不太好啊，而右侧这两颗无法来传啊，要单叫的话也非常难打，所以看看上方的底带有没有，上方底带如果要有的话呢，可以把这个黑球打进，白球往前蹬一点点，这黑球比较直啊，比较直，这三峡当时让多少当地人搬迁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三峡的这个工程啊真的是非常的浩大，高桥 72，这样的话可以 K 一下右侧这两颗来叫左侧，或者看看能不能 K 出好机会，但是他还是没 K 啊，这还是显得有些保守啊，他是想带这个中间这一颗，但是这种一颗的球呢，这个非常难带啊，他如果刚才下比较大的低杆啊，可以来 K 这个右侧这两颗，这个长台呢，这个萝卜打了10杆啊，进了8杆，这个80%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啊。Neil Robertson 79。好，4-3连赢3局反超，上半场1-3落后啊，下半场4-3领先，是自己啊在这阶段啊立于不败之地啊。比赛呢，还是要在凌晨2点啊，才能分出胜负。如果大家想看凌晨2点的比赛呢，可以有多种方式啊，一个上优酷啊，或者上咪咕啊，或者上中国体育，或者呢，如果您在辽宁的话呢，也可以看看辽宁这个体育频道是否在直播。如果您这以上的条件都满足不了的话呢，您可以上这个 March Sports， 这个 March Sports Live， 这个我以前也在微博上发过这个链接啊，这个链接呢有可能需要翻墙才能打开，当然您还可以通过 Facebook 来观看这个比赛的直播，方法很多。玛雅预言6月底是世界末日，这个有点扯，这现在只有10天了，这个以前2012的时候就是众说纷纭，最早是1999诺查丹马斯世界末日大预言，那个事儿我是1989年知道，当时一想我操还10年了，就到99年呢什么都没发生，2012年呢也是平稳的过去，所以呢这些预言的事情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研究一下它是否有它内在的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末日这个事情确实有点太严重了，有可能发生地震吧，毛龙龙说这个三峡大坝不是去年就说变形了吗，它是一个缓慢的变形的一个过程，
我是因为最近才知道这个三峡大坝这事儿啊，所以我看到了今年的这个卫星图片，确实是变形了。当然，您也可以否认那个谷歌的这个卫星图片，对吧？您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您什么都可以不承认啊，这没有任何关系啊。您可以说那都是美帝的阴谋，或者您说那是美帝的阴谋都可以啊。你认为会脱钩吗？我认为会的，会的，而且应该就在八月份。因为特朗普啊，川普啊，去年就已经号召美国的一些产业啊要回归美国本土。明天晚上八点半我不播了，明天晚上有事儿。后天呢是塞尔比对唯一的中国球员啊严炳涛的比赛，我会来直播。这喝的啥呀？是的，阴毛弯曲了，是的。哎，咱们这边还可以啊，没有什么敏感词的限制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现在也只有这个3100多人，现在人数非常少啊，再加上夜色已经开始降临啊，已经接近11点，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当然，这是咱们今天看到的最后一局啊，夜里的比赛呢，我就不播了。美帝，全是美帝的阴谋，这是推特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动不动就是有阴谋，一说有阴谋就一定有事儿。其实我觉得美国呢是一个最不会有阴谋的地方，因为它什么都是公开透明的。除了1945年的罗斯威尔外星人的这个 UFO 的事件啊 ，UFO 的事件以外啊，我觉得他什么事儿都不用瞒着你。所以我们总是指责美帝有各种阴谋，这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阴谋全是在咱们这里。比如说，这个前一阵出现的这个弗洛伊德，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造成了这个大规模的骚乱。但是中国的孩子呢，因为在国内看不到这些新闻报道，所以呢就会觉得非常震惊。但是你知道，这个骚乱要比越战的时候的这个抗议要小得多。您如果了解历史的话，您就不会觉得新鲜，因为这个在民主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可是在弗洛伊德这个事件之后，这个是否有其他国家的参与，是否有其他国家的背后的策划，这个呢是很难说的，这是很难说的。红球打进啊，四传四射。黑球仍然可以来进攻啊。我说好想操逼，这个您忍忍吧，撸一管吧，撸一管也还行啊，也还挺舒服的。辽宁台在播放炒锅广告啊，谢谢这个邓挺好。我说可以试试回馈的孩子，挺热乎。2007年的时候，我女朋友就是一个回民，但是后来因为猪肉的事情，我们俩在2011年不欢而散，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记忆。开始呢，两个人总是
总是躲避啊，或者说掩盖这个猪肉的这个事情，但是最终啊，完全的无法回避啊，因为牵扯到下一代的问题。当时我想跟他生个孩子，他不答应，他把那孩子给打了。他说我20多岁怎么能生孩子呢？我一想那也是。嗯，看过活埋没看过？没看过。不是不通婚吗？因为是通婚的啊。因为我那个回族的那个女朋友啊，她的父亲啊就是汉族人，只不过她汉族呢不能叫嫁给了，应该娶了一个回族的媳妇儿。但是呢，他父亲呢，就是皈依了这个回族，然后还洗了肠子，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对。他父亲呢，在外边呢，还是大吃大喝，还是该吃什么吃什么，只不过在家，在他们面前呢，保持清真的这个戒律。这杆球有难度了。那块用的是一根枫木的球杆啊，好球，没有这个花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一根枫木的这个球杆就是硬，这个不太好控制。以前这个斯蒂芬里的这个枫木球杆用的是最舒服的。问题是欧神马上就下了，这是最后一局。最后一局咱们就不多聊了，咱们后天再聊。22。去年 YouTube 上面就三峡大坝变形的卫星照片了，这个我去年不太清楚啊，但是因为最近的这个鱼跳的事情啊，还有这个洪水。南方的这个洪水引发了很多人对三峡大坝的关注，然后再加上最近网上传的那句话啊，叫宜昌雨下跑，最后再说一次，这个像是一句暗号一样，告诉大家赶紧撤，也就是说这个大坝即将崩溃。但是呢，这也只是一种传闻啊，只是一种传闻。37。枫木球杆跟没毛的阴部感觉挺像，那叫白虎啊。逼上没毛，办事儿不牢。38。来叫粉球啊，这是想解开跟粉球相邻的这颗红球。打进的话，我觉得这一局啊应该差不太多了。问题，中间那五颗啊，看上去比较复杂，但实际上比较好配啊。实际上用粉球啊，可以来带开。回族欲望强，还行。那时候我一天能干5次，这躺床上2小时什么都不干。性欲是挺强的，一天干5回。嗯，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球其实是很好 K 的，一 K 就开啊。粉球位置也不错啊，黑球也有，所以这局呢问题不大了，再打2-3颗就可以来抽分。那不是今年特朗普连任的概率很高，我觉得几乎是100%吧。但是他能否在11月之前把中国的这个事情啊搞定啊，对他是连任这个是非常有这个促进作用的。那么把中国的事情搞定了，也就意味着把这个病毒的这个事情啊完全解开，不管这个疫情啊。到时候是否会消灭，是否会完结？但是呢，你把原因能够查清楚，
美国现在手里的证据呢，我觉得还没到那个地步，还没到这个把这个原因呢能说得非常清晰啊，一五一十都给你说出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要看八月份，最晚呢，我觉得在十月份啊，这个原因啊就可以来查清。66，没干过 PR。67，我想想，明天晚上去哪个直播间去看春霞吧？去直播 TV 看春霞吧。石春霞。已经超分了啊。74。比赛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那我们看他改过来了字母啊 ahead， 这刚才改的这个 behind 的这个就是落后的意思，应该是领先啊。好，最后来带一下这个红球啊，效果还可以啊，还有的打。80，打小吃的牛羊肉大补是的。是啊，但是我觉得北京的这个所谓的回民呢早就变质了，因为他们什么这个斋月也不过啊，也不做祈祷，这个早就没有这个穆斯林的传统了。他虽然不过斋月，但是他还开斋节什么的，你开个屁斋啊，你白天还是该吃吃该喝喝，你还不如这个中东那帮踢球的呢，那帮人白天真是不吃东西啊，只是晚上才吃。哇，这躲得真快啊，躲得这也真快啊，呲溜一闪身，罗子也乐了。没过。打哪个？打黑球啊。好球，漂亮漂亮。这萝卜已经说了啊，笑，因为萝卜坐在那儿看得更清楚，他可以先看到这个黑球进入中袋啊，然后白球把这个红球 K 开。97，两个人的气氛非常的轻松啊，4-4，这又是一杆破百啊。马奎尔职业生涯第443杆的破百。143。萝卜是711，没有打进，哎，打进了。这马奎尔也奇怪，以为这球没进呢，因为这球打得太厚了，还是打进，说明这个案子是这个新案子很好下球，只要你力度合适的话，它很好下球。112。114。春华春霞屁话太多，看看陈思明的啊，陈思明他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小了。117，打中带吧，翻带没有翻进。好，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啊，两个人战成了4-4，比赛还是质量很高的啊，比我想象的要好了很多啊，打出了三杆破百，不是两个人，对，两个人打出了四杆破百啊，各打了两杆，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上半场。祝您晚上幸福，欧仁辛苦了。刚刚去春霞直播间看了一下，我操，那脸也太大了吧，这谁知道啊，这谁知道脸大不大，反正春霞是不瘦，我是5年前见过他一回啊，不瘦啊，我只能这么说，谁知道现在什么样了。一会儿下播去嫖，这不行了，不行了，我得睡觉啊，我得睡觉了。好，我们结束这一时段的直播啊，因为这个明天我要早起啊，所以我这个夜里的第二阶段啊就不播了啊，也请大家来谅解。我下一次直播呢应该是在后天塞尔比和严炳涛啊那场唯一的中国球员，
的比赛，我会为大家来直播第一阶段。我看看吧，下这个那场比赛看的人会比较多，因为丁俊晖呢没有参加啊，所以也就只剩下严炳涛。好，今天我们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陪伴，而且要感谢、各位这个新上来的朋友啊，有很多这个我以前的这个同事，还有这个现在的一些年轻的朋友，都会对这项运动啊产生这个新的认识啊，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项运动，希望它能够永久的陪伴着我们。好，谢谢大家收看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